好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男主角捂着肾，慢慢的坐了起来。这火车好吓人啊！这不是即时演算的吧？因为男主角身上看不到我刚才弄一身的血迹，还是说把我们的体力给我们复原了？我想玩 Beginner Mode。Pendleton，我，你还活着？哇，这女的简直死性不改。I saw you. Hands against the wall. 我操，这女的好能活啊！I said, up against the wa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怎么回事？We should help each other at this plac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or how we got here. One thing I just shut up. 你要把她铐起来吗？摸摸摸摸摸摸。哦，这女的果然是摔掉了，一脸血。Where did you get this? 她为什么拿到了警棍？Where in the hell did you get this?怎么了？这到底是 ？I just found it in these clothes. I didn't. Is this some kind of sick joke to you? No, I swear.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any more than you do. On your knees. What? On your fucking knees. 你怎么给我跪下来？囚犯就是不好。You heartless bastard. You don't deserve to live. 那你就杀呀。You're not fit to walk this earth while good, decent men. I don't know who you think I am or what you think I've done. Shut the hell up!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don't you? Let's see how funny it is with a fucking bullet in your head. 我猜你手枪没有子弹，而且我也有枪哦。Welcome to Devil's Pit. 可以当桌面了，这。I can't.I can't what? I can't. 这女的简直 I'm sorry. 精神失常。I can't do it. 难道是她的爱人的警牌？她喜欢的人的警牌？就是这个人，她误会是被 Pendleton 杀死的吗？哎，还有，我操！战五渣，有这么当警察的吗？体位一下就换了。What the hell are you waiting for? 这就放水。Leave me alone, goddamn it! 什么展开？你们， I'm sorry. 你们能理解这个女人吗？好吧，精神如此失常，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拿到一个存档点哦，再来逗他一下，来 ，talk。Hey, maybe if we stick together, we can go away。好吧，组队失败了，又一次组队失败了。这边有什么还可以搜的呀？这边我看看啊，我现在特别想搜东西，因为我想要一个手电筒，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用了。哎，这是什么？等一下，这上面有一个白白的。哎，可以捡吗？一盒烟，好想拿这个火柴把烟点着，然后放到这个女人的身上。好吧，你慢慢看吧。你手里的沙鹰可以给我吗？讨厌，你慢慢看，我先走了，拜拜。好的，这上面写什么字儿？这游戏例会怎么做这么烂啊？就没有那个剑影那个三的那个 HD 的感觉好。大家都说画面有提升，这画面也叫提升 ？PS3 可以做的 way much better than this， 好吧。这边有个台子，可以上吗？上不了。哎，这是什么？感觉这路挺直啊。又给一个木棍儿，但是我现在应该是有武器的吧？那不要用木棍儿了，继续来照亮我们的道路。哇，这边看起来月光好美，可以砍吗？砍不了。不知道这样对武器没有什么耐久度有没有损伤啊？这边为什么给了一条小缝呢？难道要躲怪物用吗？这楼梯怎么带个缝啊？不会掉下去吧？好的，这边怎么漏水了？奇怪。哎，这个是水里边电线掉到水里了吗？怎么办？碰一下啊！滚！我还没有碰呢，这可怎么办？绕过去吗？哦，
闪闪发亮告诉我们，仿佛在向我们招手说就来这边啊，这边肯定能救你。好吧，我就喜欢这种设定。好的，这确实是线连着的地方。这游戏怎么回事？为什么每次都是线连着的地方啊？就是解谜的要素呢。好的，这样就把电闸关了吧，应该是。我不知道什么门被打开了，不过那一刹那挺瘆人的。哇，好吓人啊，完全不敢走路了。虽然写什么 danger。好的，我也知道很危险。这上面写的什么 ？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吗？完全不知道怎么走。我就怕那个，他这一步还行，就没有给你弄太多的心灵恐惧，你们懂的。然后我比较害怕这种心灵恐惧，像第三部，像我直播的那个第三部一样，把我吓出神经病来了。啊！怎么回事 ？What was that？ 好吧，这是什么东西？木棍吗？木棍都不要捡了。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妈蛋，出来跟我战一场！这是表世界吧？我敢说，我现在如果回去找那个女主，肯定她还在那儿。算了，不说了。哎，有怪哦，有怪哦！过来打，过来打，过来打！哦，难道在上边吗？来，呀，打开。为什么每一次一到这种地方都这么破坏气氛？自带 BGM。好吧。哎，回来回来回来，有个东西。What is that？ 好吧，是盒烟，烟是捡不起来的。好吧，现在天已经变亮了，我好开心啊！而且这个音响的效果挺好的，你隔着这么多房间还是能听见。哎 ，What is that？ 这是什么？我说我就这东西打人疼吗？继续用我的撬棍。哎呦，太喜欢这游戏了，特别亲切，音乐好听。这边肯定过不去吧？那边的地板上应该是没有捡起来那个棍儿。好的，不要看他了，这代人从不往回头看。Oh, escape from Silent Hill.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我们要从激烈点逃脱。可是这个任务如果逃脱的话，这游戏不结束了吗？我来看看附近有啥可以捡的。这游戏应该给你捡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现在东西物资还算可以。我们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没有地图，没有地图怎么办呢？看这边没什么路可以走吧？应该一本道的意思，难道不是一方通行吗？就是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去。反正我觉得走特别娘炮。好的，从这儿下楼吧。下去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这么美丽的景色，这一定不像是有怪的地方了。你看多么美，一看就是基本。哎，拿了一个 trophy， going off the rails， 就是终于离开了轨道，理解不上去。怎么总是一些奇怪的奖杯啊？这游戏玩得好欢乐，果然是不吓人的一部。一开始干嘛弄得那么吓人呢？你说是吧？我其实感觉归乡和这个暴雨的感觉还蛮像的。这是什么东西？闪闪发亮。Pick up， 又拿到一个石子啊！我不要。你们这是什么呀？上面好像有字儿，但是看不清。好吧，这样就是到街道上了呀。这是，看来这个缝居然让我们走，里面肯定说不定有什么东西。我想多拿一点药，拿越多越好。这个门能打开吗？打不开，总是给你设计一些奇怪的道路。好的，这样咱就算出来了。这应该是一个 parking lot， 一个停车场。我们看这个车会不会带我们出去。想得太美好，这里边没有一台车是能开的，因为他们就哎，这门能可以劈开的。完全不看攻略的情况下，这游戏好。劈开了，劈开了。我在想，如果我用扶手是砸不开门，我用石子可以砸开门吗？哇，这房间是这边可以钻过去，这边呢？哎 ，use what？ 好像没啥，有个锅。这个怎么用啊？这有个密码器。可是那密码到底是什么呢？好吧，钻过来了。奇怪的音乐。感觉又要打仗了，我把它完成格斗游戏比较好吧，因为不是很吓人了呀。现在感觉这里应该就是基本没跑了。Where's everybody？ 我也不知道，这个可以翻过去吗？来，我们体操健将，快上！翻不过去，这缝也钻不过去。那边有个撬棍，我又不知道这个路是怎么走啊！天啊，这边闪闪发亮的是什么？哎，它这游戏的画面总卡，这是什么东西？难道也是个木棍而已吗？还真是个木条。这木棍我感觉打怪劈两下，这个怪这个棍儿就坏了。
好多东西啊，可是不知道怎么走。这是什么呀？地上有红红的，小酒瓶子吧？好像感觉杀伤力也是不错的样子。好吧，我不知道是走哪边了，怎么办？这边金领居然还有住家，你看这还有这个 mail box， 这边还有这个八戒专用的这个锄头，是锄头吧？完全不知道怎么走啊，看哪些地方可以走路，我已经受不了了。这有个房子哦，这是什么？哦，手电筒，太好了，再也不用点火柴了，好开心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拿到手电筒了。好吧，据说这个寂静岭里边呢是充满了支线任务的，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哪里有随机事件。游戏做的挺高级的，突然间就感觉我在玩一款 RPG。可是呢，就目前这个道路来看，我完全不知道我往哪边走可以出去。这是我们来的路吧？我来看看地图。哦，这边咱还没有去过哈，两边都是不能走的。他的意思是，来看看这条路通向那边有个铁门，这门应该能出去吧？再不能出去的话，我都要疯了。不仅不能出去，还给了我们一个铁管，感觉特别屌，感觉斧头比较屌。可是斧头被我扔到门的另一侧去了，你们怎么看？啊，还我斧头啊！我勒个 fuck！ 这边呢？这边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过去吧？好多可以捡。哎，这个门确实是开着的。好的，我喜欢这样。哎，这个有个缝，谁家后院？好多酒瓶啊！给这么多武器不给我们打仗，这门都进不去。每家每户的门怎么都这个样子？好奇怪的地方，这是什么？蜡烛，这又是什么？大号锤子，好奇怪的东西啊！这个门也进不去，没有一家是可以进的，真让人受不了。好吧，而且精灵仔细来看的话，这个街道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多了。走这边吧，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挺美丽的一个小镇，像雾都一样。啊哈，雾都，我确实是说雾。哎，这个门可以打开，车库门有一半哦进不去的。要是玩 DayZ 的话，可以趴进去。车库门怎么能开一半啊？好多瓶子啊！哎，老妖怪来了！去死吧！去死吧！吓死我了！去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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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死透吗？砍你一刀，送你上路！去死吧！好像还有，因为我听到了这个声音，应该不止一只。这地方怎么这么吓人啊？好多路可以走啊，都不知道走哪条路了。这地方肯定会迷路的吧？其实这种游戏就是把地图画得这么模糊，然后你自己去感受这个探索这个世界，就是想让你用你的双眼去见证这个世界的一切，自己来理解，自己来了解，然后增强这个游戏的代入感。但是我不能上他的当，我绝对不能代入感，绝对不能产生代入感，是吧？否则就上当了。因为代入感太强的话，这种恐怖游戏的话，代入感太强的话，就会玩出精神病，也不一定哦。好多石子可以捡，现在我们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好吧，一探究竟，瞎走好了，因为能走的路太多了。石子儿、木棍，开着我的小灯。不是说寂静岭有好多支线任务可以拿吗？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人啊，至少能让我看到一个人也好，一个人都好。哎，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哦，这门好像可以踢开，碎门啦！什么设计啊，一个都打不开。这个门打开是让我们进去吧？这音乐好瘆人啊！但是咱不怕，咱有武器怕什么？我就是把它里面的怪全都杀个精光，一个都不留。这门也进不去？我靠，我理解不上去了，这城市怎么没有？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好多砖块。继续拿我的斧头。哎，不对，又拿了块砖。对，我们可以把这个砖扔出去，看，再扔，嘿，物理判定不错。我的斧头捡不起来了，烦死了。我的斧头呢？这里。好的，拿到我的斧头了。我虽然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但是我在拼命的做一个人。哇！哎，警车！哎 ，Stop patrol cars！ 我们要把警车停下来。什么意思啊？我们去追那个警车吗？难道？我操！向左扬，向老。两个大妈。广场舞大妈，去死吧，去死吧！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shake shake， 三个大妈，
这任务太难做了了，这么多广场舞大妈，看我的浑身，我现在感觉在玩刺客信条。好的，这个广场舞大妈，死吧！必须地打吗？去死吧！去死吧！哦，广场舞大妈来了，哦，好疼！哇，这个简直是噩梦啊！我不会死在这里吧？哦，我的颜色已经深了，没有快乐，我可能离死不远了。但是我没有药了。广场舞大妈，去死吧！去死吧！三个算什么？去死吧！去死吧！叫你死的时候，你没有活下来的余地，你没有，我不给你活下来了。什么招？好阴！死吧！死吧！死吧！去死吧！我靠，这怎么还有这种判定啊？去死吧！我太不给力了！去死吧！我还要拿大铲子，铲子换三铲子就换了。去死吧！去死吧！再死一次！再死一次！去死吧！再死一次！最后一次！去死吧！好的，怪物应该都死透了。但是我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好了？我感觉我自己已经不好了，怎么办？哎，而且我们现在是要这边有个问号，从地图上来看。哇，下雨的时候感觉好可怕呀，感觉全是怪啊。哦，这边又有一个撬棍，你们给力一点的武器。武器倒是不少，给力的不多。比如说这个高尔夫球杆，不是，是木板。这房子肯定可以进，可是门在哪儿呢？哎，没有门吗？进不了喽，惨。哦，这边有个小，这边可以到他的后院吧，应该是。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任务怎么做，一点提示也没有。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你，这不是。这是什么东西？真的，我感觉哇，一步两步，我变成枪兵了，拿到一个长枪。这个好屌啊！老妖怪来了。拿到长枪了，哎，这边有一个梯子，但是不够。我去死！这老妖怪来了，这就死了，简直神器！刚才我有个选项哎 ，Hold down！ 哇，哇靠！这长枪居然有如此奇效，我希望这个武器耐久度长一点。这么厉害的武器，我早点拿到就好了，妈蛋！靠的长枪，简直像日本。好的。Again what？ 是不是警车响一下就来一个人？哎，有个东西可以拿。我的天！哇，我们拿到一张照片，上面写个一，简直就像是犯罪现场里面的证物一样。这难道警察局吗 ？Oh God！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你在问谁啊？问我吗？你是想问为什么把你玩成这个样子吗？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哦，这个门进不去。这边打雷下雨的时候感觉好可怕，总感觉怪物随时随地都会蹦出来。而且你们都是说不想看我在玩恐怖游戏了，想看我换换风格。那么暴雨从这一季开始已经不恐怖了呀，不觉得吗？好的，平衡木啊，直走过去，速度加快。好的，过来了。这又怎么办呢？可以跳过去吗？有这身手的话也不会当囚犯了。哎，下边可以走，这门也可以进。好吧，他自己已经进去了。我怎么感觉高能啊？为什么给个 CG 啊？房间里面，哦，手机好烦。Open， 哇，菜刀，菜刀肯定没有现在拿这个给力。哦，存档了。